一年一度的世界母语日，这个国际性的纪念日，台湾不但要响应，更已经采取了具体的措施来确保母语发展的空间。我也相信对母语的重视不止可以让我们互相欣赏多元的文化，更可以用语言连接全世界。就让我们继续努力，继续享受学母语，说母语的